点四十五，有在动吗？下午一点四十五。对，一点了，我讲是十一点。好。好惨哦！这片这样看起来，它是草堆中滑出来的人。他要是不是让我们立志型滑下来啊，这些雪早就被滑到处了。啊！不行不行，我没穿好。我觉得很难，又要脱鞋子了。过去以后，你说在更左边的车是不是？往上左转。怎么会这样空一块啊？我们有没有办法像雪板这样帅气一手拿着？太长了，我觉得我们的太长很难那样拿。你干嘛歪着走？我边他们在左边，我刚刚朝右，但是突然变到这样朝左。今天有没有杠三逛够本啊？有吗？有人来了，我走左边去。
快。看来这是有变速的。什么意思？因为刚旋转，我们上车的时候椅子是很慢的。嗯。所以就是移动的跟乘坐的齿轮是不一样的。这种温度很容易下午就要冰面了，冰冰的。真的吗？就是，其实最让我们习惯的是那种压过雪，然后上面再盖个1到5公分的粉雪。嗯，这样子的话就 OK。啊，冰面也还可以，最好是冰面上面也盖个5到10公分的雪，那也就还可以。然后再厚的话，我们也不行，很挑剔，技术不好，很容易摔倒了。对啊，像这种不可怕，但是很容易摔像这种还好啦。好像是10公分以内的这种的话也舒服，声音很安静。这已经被挡起来了。啊，是啊，为什么？不知道，可能下面是草还是什么。我们这次要滑的是吸管山的上半部，滑下来，然后接着再滑吸管山的正面，接着去对面高天岩。对面要过桥？你是要过桥吗？对啊。哦、就是。不然的话，我们就得又要从这里坐去东莞山。翻过山是不是？对对对，我觉得接回高天岩直接比较快。嗯。我们有赶时间吗？不敢。没有吧？不敢，只是说这个方法我们没用过。为什么没有太阳？刚刚露一下，我觉得顶多就这样。啊，你说2点、3点、4点的、哦？啊，预报就什么？预报就只是预报啊。啊。天气预报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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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卡库埃奇，你知道是什么哈？不知道。哥在，我上次不是跟你讲我日检就错了吗？我写成卡库，因为我真的不知道这个字，我是用猜的。嗯。然后我猜错，我猜成卡库埃奇。有两个也错，太呆了。被那污片，真的很呆，所以这两个字都要记得，气死了。这里有隧道，去哪里？我刚刚不就讲了？去哪里？不知道了。我刚刚就看到他，然后不知道是干嘛。那你说我们现在滑哪里？我去下面那个车站。这里有缆车站吗？到了，后面一点车站。接着再坐到西管山的山上，我们没有做过有盖子的，这个、啊，对啊，等一下就要做这个啊，好，下去就是这个缆车站了、啊，好，走，就自由练习，你还是你跟我一起练早上。哪边？我们在这个房子后面。
你走错路了。那我们再坐一次那个缆车好不好？哪一个缆车？刚刚坐的。哎呀，看到了，有飞什么？刚刚坐的。所以现在怎么滑下去？好啊。就再坐一次刚那个缆车。好。会动，刚刚还要穿到对面，是啊，真可怜。把正二走啊，又是他们。好，滑过去，滑过去。这就看我们说，这看起来还好的那个嘛。对啊，被封闭了。这个，它右边啊，右边吧。你刚才都有人走进来，是这缆车，还是右边？好像是右边，好像是右边哎、欸。有，我看到有人往右去。嗯。好吧。那就往右冲啊。但是我很怕这群小朋友哎、欸。我让他们先过掉。下到那条线，所谓的线就是你看不到下边的地方，就是一条线。嗯，到那边那条线以下，再考虑要不要用冲的。好像有点高哎、欸。对对对，你之所以看得到线，表示下面坡度比较高。
门口在那，我就注意看着人，就完全没有看到那个车，花的有一点点热。嗯。嗯，那人走用的是哪里？就是这三条，应该人走爬上去干嘛干嘛用的？是啊，旁边有个绳子让人抓着，护栏啊，走走走这样。对啊，应该是啊。维修用。对啊，我在后帮忙捡东西用。啊，为什么这边要造起来？为什么只造这边？我也不知道。好、哦。看有没有这样一团里面就有动物，没有，觉得都有保护色，一定是不醒目的，因为说兔子它就白白的，嗯，它猴子就，那它有动吗？不然你怎么看得到它？它从这样子砰砰砰往这边跑过去，哦，它在走路，它在跑，嗯，例如说这个吧，这个会不会是一个兔子在跑？刚我想问你说它跑的痕迹是什么？我回去看才知道，我只盯着兔子看，我没仔细看它痕迹。不过它痕迹也不是很大。都很好奇，在雪地里面一条线的是什么？是这样，都并在同一个线上走路的是什么东西？那动物都是走一直线，雪地上走都走成一直线，因为它前脚踩比较费力，它后脚再踩，它会记得吗？它自然而然就会适应成这样。这边就比较难爬上去，它前端没有、欸，嗯，它后面才有、欸，啊，怎么爬到那个有的地方？嗯、好累哦、欸，好，嗯，很困难耶、欸。这里有网，就是说不要下去打到人嘛。对，横跨雪场，就是怕打到人。的路线啊，昨天雪很糟，今天雪就很好。昨天雪好湿哦，昨天下雨。我昨天第一次真的感受到别人讲说有黏力。我以前都不懂，我以前还说，哎、欸，这边很好玩，现在才懂，好多人懂。可以来这边联谊，我觉得大家都来了，可以来联谊。谁来联谊？我说他们学生们，各个学校也来联谊了。然后不同学校。对啊 ，Coco Kaku and 什么什么学员。东 Coco
这边血池比较好一些些。没错。那要不要吸管这边滑再滑回这里？为什么？这里是通往吸管的山顶，吸管山顶到这里还有一条路。嗯。哦，你都可以滑一滑是不是。对对对，这条我们没滑过。好。因为刚滑一滑，不觉得这里的血比较舒服。嗯，没有一颗一颗的。可以多滑一次。它自动放下吗？盖子？是。前面没有盖。下了。我们没有盖子。出发就盖起来。是啊。我刚刚往上跑都。
我是黑的。我怕我的失速会撞到他们。Thank you.
累的。啊？就是滑正面，正面去马路。好，我觉得不要滑那个天桥，我们走过马路就好了。啊，是哦。对啊。但是滑天桥。滑天桥应该是比较安全。但是滑天桥。东西机场更便宜，更好笑。
疼啊，好心疼啊，这里好像很硬耶、欸，你可以再来一次缆车在这、哦、我不要再一次、哦、这个缆车重点是我刚刚不是说到底要爬过桥还是怎样，哎，桥就在那啊，桥被封闭了，桥被封闭了，中间你没有看到红色网子，但是那要怎么过桥，从马路走过去啊，哦，是哦，对啊，好，下去了，桥那现在是要怎么过去？我也不知道啊。他是从右边穿过去吗？还是桥的旁边？那边都是桥的旁边有一个绿色的柱子那边。啊，那就是先去缆车站。为什么要去？要上去啊、哦？他说这边就要用走的了，对不对？是啊，从这里过马路去对面，然后餐厅在那。靠，人超后面人超多的。没有上课用。人超多的，你再拍一张，你再拍一张。啊、你不是都我就站在这里拍，因为你看下面。对啊，人超。我靠，学到 S 是怎样？看，好多人哦。对啊，就这样。这个坡根本不陡啊，我可以这样直接直的往下来、欸。今天很粉啊，所以对啊，所以就是我刚刚在想说，我要多陡冲多久我才会怕，才会要转弯？完全不用，不用哎、欸，其实不会。那这不就我们那天等公车回去的地方？是啊。嗯。有没有？人家说等公车去奥智赫吗？不要。好，接下来就是缆车的问题。我要坐后面那一个，他就是坐到最上面。对。然后应该不会有人跟我们抢缆车。为什么？因为很高，不适合教学。嗯。嗯。上肩膀走过去。我想用横着拿。我发现横着拿也还好。你多少？横着拿。不要累。不会。拿带。因为我等他们。
是哪个学院？我已经看到三十种学校了。同一有看过，这个没看过。左院这个学什么什么 sports， 所以没看过。好硬哦。练习很好。他怎么一直听不懂？教练。好多满满的人呢。外面人爆多啊。应该不止来一天吧？哎呀！你要二十还是二十二啊？二十还是二十二？也是四人，你快要打到我了，你这样子。